最近我发现妈妈的生活好像有点改变。可是你最近怎么不去菜市场那个水果摊了？你以前很爱去的、啊。哎呦，因为我觉得菜场人好多，我怕碰撞啊。想出门总是小心翼翼。好了，你剥好了没？差不多了。哎，把牛奶加进去啊。牛奶？嗯，这么多牛奶，今天煮什么啊？牛奶豆腐锅啊，因为补钙啊。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生活变得有点受限。给我看剧。妈，你以前不是说吃饱不能马上坐在沙发上吗？一直叫我们去什么赏花爬山的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赏花的接驳车又没有位置，然后山路又多，担心碰撞，我觉得我还是在家里看剧。妈，你不用那么烦恼啦，我们有一天两定啊，钙量足够，还有维生素 D 帮助钙吸收，维持肌肉正常生理，除了骨骼连肌肉都照顾到了，想做什么就可以放心做什么。那我们现在有挺力 support， 我们还是要上山下海，想动就动，继续陪在彼此身边。挺力钙强力定，双效保护才够力，给你足够的 support。